喂喂，啊啊！我们另外一位今天伙伴人刚好不在现场，不过总之我就先来。好，今天这样，就是呃，对我我们我们是那个开放开放哎什么开放？那名字好长哦，不好意思，我都记得忘了呵呵。对，好总总之呢，开放哦，开放企业永续报告这个专案。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来这边顺了很多的使用者流程，还有就是有呃几位朋友帮我们一起。 那个走过一次那个报告书，然后也收集了不少回馈，所以总之我们先今天先感谢有来参与讨论的人，包含宁还有 Ronny，然后还有 zoe。对，那我这边我这边先讲一点我。 我自己就今天的一些观察，就是我这边主要处理是今天有一个发现，是我们原本把解法分成两种嘛，就是一个是我们从使用者体验去做一个界面，让填资料的人比较好填；那另外一轨是我们希望让机器人可以来找答案。但后来发现，其实两轨是可以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可以是让机器人来让大家更好填资料，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半成品放出来之后，放到一个使用者界面上面，让让这些填资料的人可以比较很快找到他可以填哪里。所以这是。 我的观察对，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我们就有发现这边有个大魔王，就是今天比如说我们来看那个中油的年度用电量，大家其实你知道关键是要找什么吗？它其实要找的是间接能耗的外购电的这一栏，就是其实是一个你我其实用一般的职员你是想不到的关键字。对，所以像这种东西，其实你要叫机器人做直接找到答案，其实对会会是有点难度的。对，那所以总之我们现在有用的工具，像是 r o n n y 也有。 提供了一些就是 PDF 转文字的工具，那我们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过滤之后再交给人工来辨是对，那就今天宁也那个做了一个很细的使用者访谈，所以我们就把这边交给你来分享。Hello，大家好，我是宁，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来 G 零 v 耶，yeah, 感谢大家参与我的第一次。好，然后呃，因为一开始就是对这主题有兴趣，所以跟 D D I O 这边。 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专案的进度，然后就观察到说，哎、欸，其实我自己可以从心理学还有做 u s r 方面去做，呃，更认识，然后就稍微访谈一下我们的前啊，去了解一下说目前在输入这一份建制。 ESG 的资料的时候有哪些 stakeholder，然后跟谁会运用到那个界面？那最主要就是呃，企业端我们无法去掌控他们什么时候交报告，但是交报告之后会有钱跟志工来去做后续的执行。然后接下来我就稍微花了一点时间跟钱对了一下說，说等到拿资料下载档案之后的每一个时间轴是什么？那再进一步去了解说。 目前在哪些区块会最容易遇到困难跟卡点？包括说，自工输入资料的时候，他必须要厘清哪些范畴是，呃，需要确认，然后跟数字单位，因为像刚刚他有提到说用电量，可能有些人用千瓦，有些人用呃其他的呃焦耳，那这在看文件或在输入的时候就不是统一的呃基准。 那所以要怎么样透过比如说资料学习或是界面的辅助来协助大家在输的时候可以更统一，这也是我们后续可以优化的部分。那除了自攻端也有，比如说前端，它必须要在拿到资料之后去确认说哪些地方需要更新，或是哪些地方资料其实是正确的。那这些都可以从呃，比如说我们透过优化的界面来做协助，然后。 将访谈的内容稍微同整之后，找到几个可能的切入点，包括说，呃，资料理解、资料输入还有资料验证的东西。那这后续的部分，我们也会有每周再继续对焦，看可不可以从几个想要实验的 prototype 去做验证，能够优化我们一开始的 alignment，就是让资料输入这个事情更有效率，然后正确率也可以更高。 好，对，所以其实跟您讲一样，就是其实我们我们今天有开了非常多的，有多了非常多的发现。那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根据我们这些发现啦，来做一些呃 prototype，然后会去做一点验证，看看能不能真的，比如说节省到自工的时间，或者我们可以降低大家来输入资料的这个学习门槛。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七月我们至少会先是每周五我们。 那个下午会有一个时段是线上小聚，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先进到我们这个 s n a p c h a n e l 喊一声说你要来，那我们之后对就可以把大家邀进来，到时候也会直接公开那个 Google Meet 线上连接。对，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